1995年，我们在机场的车站，你借我，而我不想归还。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，还有摩擦留下来的图案。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，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。前进不换，他已熟悉我的汗，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。背了6年半，我每一天陪他上班，你借我，我就为你保管。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，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。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，总有一天陪着我腐烂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，借了东西为什么